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观赏光岩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很高兴的请到了谢家恩精神科医师来跟我们大家来谈一谈强迫症啊。好，谢医师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谢医生我想你曾经也来过我们这个节目几次啊，我们都很喜欢你所带来关于精神科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再请问一下谢医师，你来到休斯顿有多久的时间，目前在哪里工作呢？我2010年搬来 Houston， 然后在 Baylor 这个医学院做住院医生，所以这样算起来也是有13年多了。那我目前呢还在 Baylor， 也继续的在 Baylor 这个医学院工作，但是只有工作一天，在他们的公家的一个诊所，那剩下的四天呢是我自己的私人诊所上班。啊，是的是的哈。精神科这方面的话，现在你觉得在这个新冠病毒之后哈，你有没有感觉到在精神上受压力的人是不是有明显的增加，来需要向你帮助的人呢？其实在pandemic 之前呢就蛮忙的了，但是我认为在 pandemic 之后呢可能情况会变得更加的严重，尤其是我觉得青少年这一部分病例跟严重性都有相当的增加。嗯，是是，我也是看到报纸新闻的报道，就是在过去三年疫情里面哈，特别前面的一两年也不能够外出，受了很多的限制，家里的人就都天天在一起见面，压力是不是压力很大？有时候特别有青少年哈，他们以前都很崇尚自由，现在都在家里不能外出，可能产生的压力啊冲突就比较多哈，是不是？嗯嗯，这样的。对，然后人们也可以说是因为在疫情之前，人与人的接触是实体的接触，那在疫情之后呢，变成大家都是在网上来交流。但是网上的接触并不能完全的取代人与人接触的这种亲密感，这种谈话，或是真正的建立人际关系，所以并不能完全取代，但是大家已经习惯这个模式了。对，嗯 ，OK， 所以现在就是说，在网上的话，这种交流的话，你觉得有现在习惯了就没有差别了呢？还是说你觉得人与人的关系，假如没有实体的见面，还是会没有实体见面那么好，你的感觉是什么？对，我觉得没有错，网络上交流当然是方便，但是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要在交流上得到一个心情上的抒发，实体的见面还是没有办法，还你不能取代实体的见面。对，嗯，好，是这样子的哈。好的，那我们就来从你今天带来的一些幻灯片里面哈，我想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今天所要谈的这个课题啊。我们现在就大家来看一下大家。那今天你要跟我们谈的是这个叫做强迫症，嗯哼，所以这个名词不一定大家都了解啊，可不可以你用你今天带来的这个幻灯片跟我们解释一下，这里说什么是强迫症，好不好？我们先从这方面了解一下啊，请大家讲一下。我之所以会想要谈强迫症，这个病例是因为我在不管是在自己的工作上面，还是在朋友上面，都会稍微看到有这样的倾向，所以说并不是非常多的人都会得到强迫症，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稍微这样的倾向。那谈到强迫症，说不定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身边的亲朋好友有这样的倾向，他们到底是在想什么，而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那我们通常来思考强迫症的话，可以把它分类为两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人
有一个强迫性的思考想法跟强迫性的行为。那强迫性的思考的想法呢，这个是有侵入性的，而且是个冲动的，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他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他必须觉得他会要执行某些东西，让这个焦虑感减低。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就说可能有的人他的强迫性的思考、持续性的思考、冲动性的思考是他一直觉得他手很不干净，那他的强迫性的行为就是他会一直要洗手，把手啊皮肤都弄烂了还是要一直去洗，才会得到心情的这个安静。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控制，就是他想要不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那有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呢，有强迫症的患者，可能他会花费很多很多时间去反复的思考或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满足。那这样子的一个症状、一个行为会严重的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工作和他的人际关系。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假如有的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他觉得要讲卫生，觉得怕被传染病啊，怕手不干净，所以有这种想法在他心里的话，他就强迫自己去每天洗手洗很多次。你说甚至说每10分钟20分钟就要洗一次手，那一天下来都要洗了很多次手，手都会洗的都会这个脱皮哈，甚至这样子。所以有这个意念，觉得自己不够干净，怕被传染，那这个是强迫症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一个原因。对。那最后做出这个洗手的行为，那就是这个强迫症的这个行为做出来。还是说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有这个行为，他就一直在想的话，想对外也是一个强迫症。那还有在我就是强迫症跟一般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洁癖，什么都要清洁啊，比方说我太太就啊什么事情都要摆得很整齐很清洁，但是并没有好像要洗手啊什么，或者擦桌子每天要擦几十次，也并没有这样，只有洁癖，这个是还是不一样的是吗？对，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要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他可能把一些东西弄干净之后，他不会一直专注在某件事情上面。一个爱干净的人可能他会清桌子，他会去清别的东西，他的目的是要干净。但是强迫症呢，他会非常专一在一件事情上面，他就是我的手不干净，而且他会一直重复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思考是比较专一，比较冲动，而且会花费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一个爱干净的人他会做不同的事情，去洗碗啊，折衣服啦，棉被啦，他不会一直专一的就一直去洗碗，就算碗很干净你还是一直在洗。对，是是是。所以你这里也提到了例子在这里哈，就是说这个清洁地板的这个例子是吧，你可以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对呀，譬如说像刚刚讲的一个爱干净的人呢，他东西擦干净了他就会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呢，有强迫症的人他会一直觉得地板不干净，这就是他的一个强迫性的思考。那他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的打扫擦地板这个动作，而且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停下来。那因为他必须要一直重复做这件事情，他才可以慢慢减低他心情的焦虑。还有你还有比方说安全，觉得家里是不是安全，这个例子是怎么样，可以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这些人呢可能会特别觉得家里的有些东西没有关起来，家里会着火啦，或是如果门没有锁啦，就可能会有小偷进来。
我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这个人呢，他一直会怕他没有把煮咖啡的那个机器的炉火关掉，他必须要把这煮咖啡的机器跟他带在身边一起去上班，他才会慢慢，他才会不会有这种焦虑的感觉。嗯 ，OK， 我们每个人都常常有时候会想到，就是说每次有时候出门说，哎呀，到底出门有没有锁门哈？我有时候会有一阵一点紧张，可是想一想，过没有的到办公室可能也就忘记了就算了。但是有强迫症的人他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他就会一定要跑回家看呢、啊，还是怎么样？对。其实呢，我们正常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侵入性的想法，就是说你在做某件事情，突然有个念头起来。那譬如说，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或者是我们在上班的途中，突然个念头，哎，很像窗户没有关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马上的把这个念头打消掉。我们可以试着去说服自己，我们会试着说，哎。我没有关吗？没有啊，其实我昨天根本就没有开这个窗户，那这个念头我们很快就可以打消掉了。是，但是有强迫症他没有办法去打消掉这个念头，除非他回到家检查这个窗户有没有关。嗯，了解，所以强迫症还是有他的这个特性啊，对，变成一个很变成自己不安啊焦躁的这种情形。好的，了解一下。好的，谢谢谢医生，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观赏光颜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在今天节目中，嘉阳医师跟你来谈一谈强迫症刚才他把强迫症的这个定义强迫症跟说有洁癖的人有什么不同，跟大家解释一下。好的，那谢医生，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从你带来的这个幻灯里面给我们大家再来解释一下他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嗯，好的呀、yeah. 我觉得有这样的图片来看可能对大家了解强迫症会比较稍微帮助。应该是说强迫症最开始就是有这个强迫性的思考而开始的。这个思考呢是一个入侵的思考，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思考。它就是马上的会浮现在这个人的脑海里。就像我们刚刚所举例的，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手不干净。那因为他有这个思考之后，他的心情会感到非常的焦虑。那唯一能让这个焦虑的这种心情能够缓解，他是必须要做出一个强迫性的行为，就是他要去洗手。那洗手完之后呢，就可以得到短暂的心情的缓解，但是马上不久之后呢，
这个强迫性的思考又会出现，所以他的生活呢也就是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一直要洗手，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他洗手的行为，但是他 在他这个洗手这个行为的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一直在这个循环这样子啊。对，好的，了解原因了哈。那这个得强迫症的比率是多少？我知道忧郁症可能是在这个精神科里面比较多的哈，是不是哈？那现在这个就是所谓 OCD 哈，强迫症，我看你这边这个统计，你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对呀，其实呢，全世界来讲的话，强迫症女性的病率大概是 1.5%， 就是 1.5%， 那男性为 1%， 所以并不算非常高呀。所以我们大概来说，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啊，美国啦或是亚洲，大概我们就可以说1-2% 左右呀。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女性在成年期的患率会比男性还高，但是呢男性在儿童比较年轻时候的患率会比女性高。对，但是总和来说吧，通常都是在童年或青春期而开始的，那这样子的状态会持续一生，所以比较少见到说40-50岁的时候通常会有这种病例，很比较少见，通常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症状。那是会越来越严重吗？假如没有治疗的话，是不是会越来越，还是这个人他以后注意健康，注意卫生，注意运动，他会慢慢的好起来，就是到了中年以后，还是基本上他不会自己好，他一定需要治疗？对，他不会自己好，他不会自己，大部分的例子他不会自己就这样子的想法就完全的停掉，但是我大部分的人他会慢慢的知道要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想法跟行为，就算他不看医生的话，他也会自己看书啦，或是学习要怎么样控制。那当然比较严重的话还是需要吃药或是做比较集中性的心理辅导。好的，了解。好，那现在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强迫症是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的？看你这里列了几个方式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对，其实呢强迫症的病因跟其他的精神病，不管是忧郁症啊、焦虑啦、都蛮相似的，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而产生的。遗传是非常大的一部分。譬如说啦，你的家人们如果有强迫症的这样的状况话，那你得强迫症的比例也会比一般的大众还要高。或者是脑部神经的发展的因素，如果你脑部神经里面有某些传递物质有不平衡，那也会产生这样的状况。或是你大脑之间的连接，或大脑之间的一些功能性不协调的话，也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当然呢，除了本身身体上的状况外，环境因素也是相当的重要，譬如说生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也可能让这个强迫症的病因变得比较严重，或是把这个病因给激发出来。在一个病人的生长的过程中，譬如说受到性侵、身体虐待，这些呢经验呢也会跟强迫症有一定的关联。那如果你有其他的精神病的症状的话，也会让得到强迫症的比率增加。譬如说如果有忧虑啦、焦虑症啊，或是有
喝酒啦，用其他物质成瘾，如果你有这些状况的话，那你得到强迫症的比率也会比一般人还高。那从环境因素这边来看的话，假如一个儿童生长过程中间，比方说是父母啊关系不好啊，常常的吵架，甚至归罪到孩子啊，对孩子就是虐待啊等等，那就是这种单纯的环境的因素是都可能会造成以后养成这个强迫症嘛，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自己不是一个好孩子啊，他会因为父母的关系不好啊，他就觉得怎么做好都没有办法让父母高兴等等，这会不会是造成有我是看到有这些例子啊，就是这些孩子长大就一直都不健康，心理上面都会有，那这种是不是一种强迫症，是他变得强迫的要去讨好别人啊等等，是不是也归于强迫症的一种，这是我的想法，不要你看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说他可能会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应该如果是完全只是环境的因素的话，不会让他完全的发展到强迫症这样的状况，只是他会有一些倾向，譬如说心里很焦虑，一直需要问别人说觉得他有没有讲些话伤害到别人，他可能对于别人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而一直需要问别人对他的想法是怎么样，只是他可能有这个状态，但你不能说他是很完全的有一个强迫性的想法跟一个强迫性的行为，他可能只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强迫症。好的，那从您刚才这个讲法的话，那是不是强迫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遗传和这个生物神经发展的因素，那个是占着重要的部分？对，我觉得一定要有那个，当然这并不是在我们并没有办法完全的证明，但是一定要有这方面的因素，再加上环境的因素才会成为强迫症。如果只是完完全全是环境因素的话，大部分如果是完全的环境因素的话，忧郁症跟焦虑症比较常出现，而不会积极发展出强迫症这样的状态。好的，了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症状，可不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相关症状就是说，有强迫症的人他们会有这些动作跟想法，但是如果你只有这些动作跟想法的话，并不代表他有强迫症。要做个比例吧，就说有忧郁症的人他们会比较常睡不着觉，但是如果一个人有睡不着觉这样的状态，并不代表他有忧郁症。所以我们想说强迫症的相关症状呢，他们很常会有伤害自己或伤害其他人的想法，这并不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想法是有入侵性的，就是说他们不想去想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办法控制不了。在一个比较大型的合作调查中，有 6% 的人有强 6% 的人有强迫症，在过去一个月内有自杀的念头，那有 9% 的人强迫性的患者一生中有自杀的行动企图，并不是只是念头而已，而去他们去做了这个动作。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些人会有伤害其他人的入侵性想法，但是他们并不想要这么做，他们害怕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去害怕强迫症这些病患会伤害其他人，因为数据没有表明说他们会这么做，他们自己也是害怕这样的想法的。那他们也会有很多回避的行为，他们会回避会引发他们症状的人、地方或事物，譬如说了，非常顾虑自己有没有被
污染传染到的人，他们会避开工作场所，或者是比较多人的地方。那当然了，如果这个人他有伤害他人的这种入侵性的想法呢，他会避免人与人的活动、社交活动，或是去参加一些活动人比较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回避行为。那这种回避行为代表着什么意义呢？他们有点恐惧环境吗？还是除了恐惧环境，他们也可能恐惧自己会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做出什么事情。比如他们的想法，刚刚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想法说他们有一种会伤害到人。我举个例子吧，我有一个病患，他呢有时候在抱着他的小儿子小女儿的时候，会有一种想法说我可能会去打他们。那他为了要控制这样的想法，他就会试着不去抱他的小孩子。所以他还是有一点逻辑的想法，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他说我因为要避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就避免去做一些事情。他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虽然那不一样。对，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他的强迫性的想法是没有逻辑的，就是说他认为他会去伤害他的小孩子，这没有逻辑。但是呢，他的强迫性的行为是有逻辑的。对对对。但是因为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个没有逻辑性的想法，所以让他的行为动作变得对其他人来说变得没有逻辑。好的。好，谢谢。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观赏光源健康原地，我是主持人钟威令。在今天节目中，谢佳恩医师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我们强迫症前因后果以及他的一些想法。好，那谢医生，我们现在继续再来谈一下他们的这个想法是不是逻辑那个带来的幻症片里面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相关的所谓什么叫做不合逻辑的这些想法或完美主义等等，可不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对，我想举个例子吧。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强迫症，他们这些想法是不合逻辑的，
那和不合逻辑呢，有大概四点比较常见。第一点就是说，他们会高估他们自己对某件事情的责任，或是他们会感到受到威胁，但是这些威胁是并不存在的。所以高估自己的责任，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某件事情如果他们不照着一个方向去做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会特别的完成。可能他们会认为说，我在念这一本书，我必须要把每个字每句话都完完全全的了解，我才算有念这本书。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在学校上课，呢，有一个功课是念这本书，他必须要觉得他完完全全的了解这本书的内容才算有念。所以他可能花了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很多很多时间再去念这本书。那当然呢，这跟完美主义也是有点相间的，就是说这些人呢，他必须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完完全全的符合他心理上的这个标准才算达到。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人去重复的一直去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种比较特殊性的想法。还有他们不能容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他可能在看这本书之后，隔天他在回想念这本书的内容，他突然觉得 这第一章很像我不太了解，他没有办法容忍这样的一个感受，他会马上又回去再继续念这本书。 也就是说他如果有一点不确定的话，他就必须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他会高估自己思想的重要性，他会认为这些不合逻辑的想法是很合逻辑的，他没有办法去针对这些特殊的想法去改变。如果你试着要跟这个人解释他这样想法是不对的话，他可能会同意你，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接受。所以他们的这些想法和做法的话，其实也不一定会损害到别人啊。他对自己的韩青他自己的要求很高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很完美，但是有时候外人看起来是不太合逻辑的一些做法，可是他们就很紧张，很要求做得好，对，变成从外面的人来看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些动作是不必要的，或是很特别钻牛角尖。那我们就是有一个人他是有觉得说这个强迫症的话啊，当然医生是你们有诊断的方式，一般人家人或朋友有没有办法判断出来这个人就可能有这个强迫症，是怎么样看出来？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呢，那就要从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后他是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有没有对他的生活受到那么多的干扰。也就是说啦，如果呢一个人觉得他的手不干净，那他可能呢每一小时洗一次，那你说这是个强迫症吗？其实也算是，但是一个小时洗一次的话对他的生活上并不会有那么大的干扰，那当然也不需要特别去做治疗了。那如果说呢他每五分钟就要洗一次的话，那当然就会对他的生活有受到相当上的影响。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从他的症状到底对于他的生活上有多大的干扰来做一个决定。所以我们一般人可能就是说根据你今天所讲的，我们可能要衡量一下了哈，看见他的这种行为啊，这种看起来洁癖啊，他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了，对不对？假如是说他就是希望每一个，也许每一个小时洗一次手，也许还 OK 了。那他每十分钟就要去洗手的话，那这个就有严重性了，就比较有可能啊，有可能是有这种
强迫症，或者是洁癖有更严重到说他完完全全的不想出门，或是连自己的房间都走不出去，对，那就是比较严重的状态，就是比较严重。所以，对，所以那这种的话，你再从医生就看医生的角度的话，你们经常是跟他谈过一次话，大概就可以了解他是不是有了，还是你们还要做实验做什么，再才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强迫症？其实通常等到走进去我们的诊所，大部分都是有这样的状态了啊，对，已经严重的牵扯到他的生活，或是影响到其他人了。所以通常来给我们看的大部分就算不是强迫症也是有其他的精神病的状态，是是，起码家人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对啊，对呀。但是因为强迫症这个名词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了解这个名词，是不是还有这种病症的存在，只是觉得这个人行为有点怪怪的，洁癖太叫人家无法忍受了才送来嘛。因为强迫症这个名词可能对于华人来讲的话，我的了解好像还不是那么普遍，而忧郁症可能现在是渐渐的普遍，大家知道，所以这个强迫症的话基本上就是可能这个人的行为太叫他的室友或者叫他家人觉得无法忍受了，他这个天天要重复或者这种奇怪的想法都不出门了等等，才会说带去看医生，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说吧，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倾向，但是呢真正有得到强迫症的也是像刚刚讲的100个人中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人这样子。好的，那我们再有一个问题想就是说，强迫症可以自己好起来吗？像有的病啊，比方说我们说得了流感啊，有的人我就根本吃药也不要吃了，我就慢慢的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慢慢的恢复了，诶，过一个礼拜他就自然好起来啊，或者是腰痛啊腰酸背痛他会自己，那强迫症这种有可能自己好起来吗？其实对于大部分的精神病呢，我们很少说会好起来，因为大部分的精神病有强迫症也是，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就是说它会一直的存在，只是呢这个症状呢时好时坏，就是说有时候他这个没有特别的情形发生之后他的状况会非常好，但是这表示他好了吗？其实大部分不是，只是在这个时期他的症状没有出来，那可能过了一两年之后什么事情发生了又会把他激发出来，所以时好时坏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有经过治疗，药物治疗或是心理治疗的话，有大概 40% 的人对这些症状可以得到相当的缓解，所以我们不会说就像其他的精神病一样可以完全的治愈，但是呢我们至少可以试着去控制这个疾病的症状。所以一般来讲就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啊，是很少有能够痊愈的，就是你必须要耐心，然后得给他控制住，啊，对，让他缓解啊。那这个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你说，像以这个强迫症来讲的话，只有 40% 的人，那另外那 60% 呢？他连缓解都得不到缓解吗？他就会一直这样受苦吗？当然了，我们所说的缓解，应该是说对于他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那其他的 60% 呢可能会让他的情况并不会那么严重，但是他还是会对他的生活有一些影响，也就是说以比较平常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治好，对，但是可以把他的严重性稍微的减低，是是是，所以说精神病啦、忧郁症啦、强迫症啦，这种哈躁郁症啊，从医生的观点来讲，很不容易给他完全治好。所谓治好，就是能够控制在一定的情况之下，让他不变得更严重，或者可以有时候还可以缓解一下，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应该是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不要让这一个症状对于他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困扰，可能会有点小小的不方便，但是至少他还是可以过着蛮正常的一个生活，而且不会影响到他人，对不对？影响跟他同住的人，这个也是很重要。也许他自己就自己，他也学自得，那个自己能够他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些调理，但是影响到他人，我觉得也是蛮严重的哈。跟对对对对，所以好的这个治疗，好的，那我们现在再讲哈，再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进行最后一段的访谈。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观赏光眼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在今天的节目中，谢嘉欣医师跟我们来谈一下强迫症它的来龙去脉。那现在呢，在最后这个时段，我们要来谈一谈如何的来诊断这个强迫症。好，请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听到这个讲座之后就会开始怀疑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强迫症，或是开始去想他的亲朋好友到底他们有没有强迫症。但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强迫症不只是特别的固执，或是有洁癖，或是有比较特别的想法，而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强迫性的思考跟强迫性的行为而造成的。那强迫性的思考呢，是反复持续的想法，而且是不能控制的，这个想法是有入侵性的，这个人并不会去想要想这个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而这样的想法会产生特别的焦虑或痛苦。一个人觉得他的手不干净，他并不是想要让自己觉得手不干净，他没有办法控制。 OK， 那他们的行动呢，强迫性的行为呢，是为了综合这个比较入侵性的想法。那这个很多不同的行为，可能他需要洗手啦，或是一直检查某件事情，检查他的门啊、窗户啦之类的呢，或者是也是可能会用比较特殊的心理活动。譬如说他必须要祈祷，或是他可能要一直默念某个单字，或是数数字，这些比较重复性的行为可能有逻辑，可能也没有逻辑来减低。当然了，这些行为大部分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是非常过度的，但是呢，他们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来预防他们可能想象的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可能这个人说，如果不默念这个单字，安全的这个单字，如果不默念想这个单字的话，我的家人会受到什么样不安全的事情，可能会被抢劫啦，或是怎么样的。那还有一点是，这些事情这些行为是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损害障碍。他们可能每天花费超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洗手去检查门，那对于他们的工作上职业上或社交关系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有这些状如果有这些状况的话，那这个人可能就会有强迫症，而并不是说这个人非常爱干净喜欢打扫就是强迫症。那我们谈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如何去这个治疗，有没有现在好的方法来治疗呢？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治愈，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你一直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倾向，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想法，可能有时候好，有时候比较不好。但是呢，我们可以试着去控制这样的症状。那所有的精神病能控制症状的两大方向就是药物治疗或是心理治疗。那当然药物治疗有很多不同的药我们可以使用，那我觉得这些药物的处理一定是要给专业的医生来处理，并不是说你听到别人有吃什么药觉得有用，或者是吃什么食物特别有用就可以控制这样的状况，还是要给专业的医师看。那现在治疗这个的药物来讲，强迫症的药物是不是最近有一些的新的药或比较有效的来治疗呢？其实呢，精神病的药呢，一直都有新的药出来。那为什么会有新的药呢？是因为以前比较做的旧的药，并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譬如说会让人的体重增加啦，或是让人吃了之后反应比较不舒服。但是呢，并不是说旧的药就是比较不好。那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太一样，而只是新的药呢，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副作用比较不会那么强烈。对，了解。好的，那这个图里面是不是再给我们提醒一下他这个治疗的原则？那我们来从心理治疗这个方面来看吧，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想要吃药，有很多人觉得说他不想要吃药，他想要靠着心理治疗这个方面来控制。那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循环嘛，强迫性的思考焦虑，强迫性的行为而得到缓解。那强迫症的心理治疗原则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停止强迫性的行为。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强迫性的思考是一个有侵略性的，它并不是能够控制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一个人的想法，我们没有办法停止一个人的想法。譬如我说我叫你不要想一只狗，不要去想一只狗， 你的反应就是会去想这个东西。我们并没有办法控制一个人的思考，而我们只能控制强迫性的行为。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说了，这个循环呢，就像被蚊子叮一样，你被蚊子叮到你会觉得痒，这可能就像是一个强迫性的思考，你觉得痒而感到不舒服，感到焦虑，而你会去想要抓它。去抓这个痒呢，就像是一个强迫性的行为，你抓完之后呢，你会得到相当的缓解，相当的舒服，但是抓完之后呢，你又会觉得痒，你就会去一直持续的去抓它。那你要怎么样不抓
这一个被蚊子叮的包包呢，你要怎么样让它不痒？你要试着不去抓它，让它慢慢慢慢的好起来，让你的想法不要继续的专一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就是医生的工作了啊，能够怎么样说服他，能够帮助他不要去很天天关注这些这个强迫性的这些思考的事情啊。好的，那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治疗的原则呢？嗯哼，那我觉得做个举例来说吧。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停止强迫性的行为。所以当一个病人来看我的话，我会叫他记录所有强迫他所有的强迫性的思考和强迫性的行为。譬如说这个人有一直洗手的这个行为啦，那我会叫他说，你在这个洗手这个行为的背后的思想是什么？ OK， 他可能会觉得他被传染了，他被污染了，他不干净，写下来。那他或者会有其他的行为，譬如说他会一直检查一件东西，检查门，那他的思考是什么呢？他呢可能会觉得会有歹徒坏人跑进来。 OK， 那我们的目的是要停止他的行为，但是他不可能完全的停止。我会叫他说 OK， 那对于这两件事情来说的话，你可以稍微的停止哪件事情让你不会那么的焦虑。我会让他给他一个选择，你不能叫他一次就把全部的强迫性的行为都停掉。他可能会说 OK， 那对我来讲不洗手，我觉得如果我不做的话比较不会对我来讲这么大的焦虑。那我们决定 OK， 那你认为不洗手的话，你可以试着停止不洗手的话，我也不会马上叫他完全停止不洗手，而是我会教他，我们不要那么长的洗手，可能你之前有一个小时会洗四五次，我们看看能不能减低到两三次。这就是一个心理治疗的一个大的原则。那对于强迫性的思考呢，我会试着帮助他评估他的想法，看看让他想看这些证据是正确，收集证据让他来证明这些想法是正确的吗，还是不正确的。那大部分在于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可以得到一个更理性的想法。譬如说这个人觉得他的手非常的不干净，那你就会你可以问他说，那你认为你要洗多少次才会觉得干净？你的家人觉得你的手干净吗？你的朋友是怎么想的？从这些谈话当中，这个过程当中，让他试着了解他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他可能办法没有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接受，但是你可以试着去慢慢的改变他。嗯，所以这个心理治疗也还是很有耐心啊，一步一步来，慢慢来啊。然后对对对，所以心理医生也是非常特别，要有爱心和耐心的啊。那我们今天还剩下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简单做一个结论？对于这个强迫症，你的看法，我们一般人要怎么样去认知这个强迫症 ？Yeah，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多人可能会有完美主义，或者是对某件事情特别的固执。那当然这并不算是强迫症。强迫症一定要有两个大的重点，就是一个持续性、反复性、不太合逻辑的想法，跟为了综合这个想法的一些行为，一定要有这两个症状才算是强迫症。那如果只是对事情有特别的特殊想法固执，那都不算是强迫症。而且当你有这两个症状之后呢，也是要在你的生活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才算是一个需要治疗的一个疾病。那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倾向，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过着蛮正常的生活。那你要不要去改变？其实如果对你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话，也不用试着去要让每个人去不做那件事情。因为我们身边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想法啦，一些习惯啦，只要不要造成自己或他人太大的困扰的话，其实都并不是有太大的关系的。嗯，非常谢谢谢佳音医师给我们来介绍这个强迫症啊，这个也许我们在华人圈里面不一定很熟悉这个名词，但今天呢，借着您深入浅出的解释，让我们对它有一个很好的认识。我们谢谢谢医生到我们这边来，谢谢，好的，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愿神祝福您和您的一家，我们再会。